情再去玩乐，甚至想天光之际看星光，吻你眉头，吻至寂寞，直到想拥吻漫画中的主角。你我永远不肯定爱不爱谁，约不约定谁，黄金广场内分手，在时代门外再聚。你和谁结伴前来，是否比我精彩，自从前爱到现在，是哪个可一可再。你回来你不回来，尽管天塌下来，但仍然值得与你，没错过什么再分开。你与我凑巧经过，就像在咖啡座，一个两个三个，太闷或是太多。Yeah, yeah, yeah， 你和谁结伴前来，是否比我精彩，自从前爱到现在，是哪个可一可再。你回来你不回来，尽管天塌下来，但仍然值得与你，没错过什么再分开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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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收 ，thank you， 阿华星 ，hello， 袁燕姐，不如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先啦。哦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梁华星，喺澳门过嚟嘅。咁我平时翻工都系朝九晚五嘅。咁但系当我企喺呢个台咧，咁我就系一个 superstar， 我觉得自己系。好，阿华星啊，嗱，短短地听你同阿婉婉讲嘢啦，嗱，你讲嘢把声咧系唔好听嘅，但系你唱歌把声咧。嗰、那個 texture 咧係好好聽嘅，多謝。我好少會叫人咧，你可以考慮一下唱陳奕迅嘅歌。佢好多時咧就係啱啱介乎嗰啲感情咧，係喺甜、苦、酸、辣，跟住中間嗰啲嘅層次係最難捉嘅。啊，你有個 talent 啊，你好快就捉到嗰個 mood 嘅。譬如呢一首《黃金時代》咧，你就係捉到嗰個 mood 嘅。Thank you， 周國芳老師。係，阿怡老師，我最中意咧就係你嘅 confidence， 除咗拖長嘅高音之外，覺得你怯，你怯，所以條氣唔去，所以咧個喉啊箍緊咗，鎖住咗把聲，一定要諗一個方向啊，佢唔係就咁 hold 喺度，唔好諗 you are holding it， 係佢係去緊一個目的地嘅，咁樣咧你就可以。俾把聲出到嚟啦！多謝海怡老師 ，Harry， 我覺得你個人都幾 hyper 嘅喎，係咪啊？你睇上咩歌？係嘛？你講嘢都 hyper。其實我最中意你就係個 verse。你一開始唱，我覺得感動嘅，但係越唱越 hyper。同埋咧，你點解你唱完每一個高音咧，你都要？即係三次出現咗，要扎個馬先夠氣場啊！一定要 superstar 啊嘛！哦 ，superstar， 係啊，呢啲嘢要留意一下啦。唔係啊，嗰下咧，好似好型咁啊，其實係顯現咗你係冇嗰個 skill 去收嗰下長音嘅。嚇，嗰個 sharp cut 咧，其實係最好真係唔好咁 sharp cut 嘅。你係要用個聲帶閉一閉合，然後去收。咁所以咧，嗰下就睇到你嘅 skill 咧喺嗰度係未得嘅。呢個係個好嘅開始，恭喜你四盞燈。多謝各位。Thank you。